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腐败发生机理，管党治党规律，精准把握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不断增强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治理，强调要运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在严厉惩治形成震慑的同时，扎紧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党性教育，提高思想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构建完善长效机制，提高治理腐败效能。江西省委、省纪委、省监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从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总结共性问题，剖析深层原因，查找体制机制和监督管理上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推动惩治成果向治本成果转化。反腐败斗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让我们党更加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查办案件不能为了查而查，而是要通过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完善体制机制、净化政治生态，从而不断地去实现反腐败斗争这个根本目的。办案、整改、治理是一体的。江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查清事实、止损挽损、警示教育、以案促改、同步谋划、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坚决不让查办案件的成本和代价白付。我们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为什么查，怎么查，查处后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不仅仅是要惩处某一个腐败分子，查清楚具体他的贪污贿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查办案件把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搞清楚，为做生做事或背篇文章，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领域一个领域、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系统施治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把手是党政班子的班长，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江西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紧盯一把手这个重点人群，持续强化正风肃纪反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先后查处一把手或曾任一把手腐败案件800余起，在形成强烈震慑的同时，多措并举，督促各级一把手履好职、尽好责。2021年12月，一场严肃认真的警示教育大会在抚州市召开，全市各级一把手等1200余名党员干部现场接受警示教育。会上播放近年来抚州市被查处的一把手忏悔视频，
通报案件背后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省纪委、省监委主要负责同志讲话，既指出病症，又开出药方。像这样的警示教育大会，江西已在南昌、赣州、宜春、萍乡、上饶、吉安、鹰潭、景德镇等地，以及宣传、统战、教育、医疗、农业农村等系统召开，通过分地区、分系统、分领域深入剖析问题，查找根源，增强警示教育针对性、时效性，督促案发地和案发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不断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后，我们紧接着在全系统开展了五查五改工作，从理想信念、意识形态、权力运行、行业管理、作风建设等五个方面自查自纠，坚决整治有偿新闻、新闻敲诈等靠山吃山的行业痼疾，坚决纠治理论宣传、文化惠民等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进一步强化监督和管理。针对警示教育大会指出的作风建设不力等突出问题，我们在思想上深化认识，牢固树立作风建设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的理念，在行动上对搞违规、参与民间借贷、破坏营商环境、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普遍问题深化整治，还细化制度建设，让铁规矩更铁。根据警示教育大会开出的药方，我们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涵养医护人员医者仁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少花钱看好病。为增强不降服的思想自觉，江西省委每年开展323警示教育活动，省纪委、省监委分系统、分专题梳理忏悔材料汇编，制发重点领域一把手案件通报，要求在民主生活会上对照检视，将对一把手的警示教育抓在日常，严在经常。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警示教育形成自律的同时，江西还将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强化他律。省委针对查办典型案件暴露出的一把手监督不力等问题，对标对表党中央要求，出台关于开展政治谈话、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开展政治谈话，促进对一把手监督的具体化、常态化。对各级一把手来说，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最有效。政治谈话制度的重点就在于通过上级党组织相关负责人，特别是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开展谈话，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关于开展政治谈话、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强调要聚焦做到两个维护，落实主体责任，带头廉洁自律，践行初心使命等10个方面，要求通过谈话督促一把手坚定理想信念，树牢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推动一把手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目前江西已实现县处级以上一把手政治谈话全覆盖。我们聚焦政治谈话中指出的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力等问题，出台相应制度，有力防范在落实三新一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县委书记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作为一把手，被围猎的风险大。近年来，江西先后有多名时任或曾任县委书记的领导干部被查处，暴露出对县委书记的监督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对县委书记的监督职级权限主要在审计委、审监委，如果审计层面监督不及时、不全面，而社区市又不好管、不便管，对县委书记的监督啊，就容易出现真空地带。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江西积极探索实践，印发关于加强对县委书记监督的工作提示、关于加强对县委书记监督的意见，压实社区市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的政治责任，要求他们强化对县委书记的日常监督，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更好发挥近距离常态化监督优势。市纪委、市经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和我开展政治谈话时，就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解决环境污染等方面问题提出要求，引导我从政治上认识。谈话结束后，我立即组织全面排查整治，推动问题整改到位。除完善体制机制外，江西还采取创新与新任省管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廉政谈话的方式和内容，改进对一把手函询工作信息化手段等，促进对一把手的监督常态长效。审计委、审监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廉政谈话中苦口婆心地指出，严格自律不破纪只是最底线，作为一把手更要把组织赋予的职责和使命履行好，把这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担起来，这才是高标准严要求。我将更好的履职尽职，绝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重托。现在我分管领域一把手的函询回复材料都要先由我审定，我在签署意见前呢，还要找一把手提醒谈话，既为我落实一岗双责提供机制保障，也有利于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提醒和监督督促。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开发区正确政绩观树得不牢，在招商引资、并购上市公司、选人用人等方面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高质量发展主引擎作用的发挥。个别开发区甚至从发展高地变成腐败洼地。江西在加大开发区案件查办力度的同时，聚焦开发区公权力规范运行，举一反三，强化监督管理，堵塞制度漏洞。我们坚持边办案边警示边整改，办案过程中发现有的开发区变相融资、滥用融资平台资金和产业基金等问题后，在第一时间通报预警，督促全省开发区对照整改。针对个别开发区违规扶持企业、对虚拟货币非法挖矿等问题，江西省纪委、省监委要求对两高项目开展全面排查，坚决防止穿新鞋走老路。同时，在通报预警、排查整治基础上，系统梳理案件暴露的开发区乱象，制发一系列工作提示函，推动各社区市和相关职能部门对开发区招商引资、并购上市公司股份等方面严格审核把关，督促各开发区纠正政绩观偏差，
严防类似问题重演。审计委、审监委的提示函对我们的提醒十分及时。我们加强对全市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的指导督促，要求克服看大不看小、看新不看旧的盲目倾向，鼓励抓大不放小、喜新不厌旧，加强对开发区公权力运行的约束，必须把其中的问题摸清找准。江西省委选取13个国家级开发区，单独作为巡视对象，开展专项巡视，进行政治体检。专项巡视后，我们向全省印发了关于省委巡视开发区发现问题的通报，点名道姓指出问题，倒逼整改责任落实，推动真改实改。为政之要，为在得人。根据查办案件、巡视巡查掌握的开发区领导班子、选人用人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江西加强开发区领导班子选拔的监督，深化开发区人事和薪酬制度改革。省纪委、省监委严把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关，同我们一道协助省委加强对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的选配，这是对江西的历史和未来负责。江西进一步完善开发区进人、选人、用人相关制度，为有效解决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裙带关系、关系户等问题提供制度支撑。在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基础上，江西省委召开全省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面对面向全省150余个开发区的党工委书记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并常态化深入开发区调研指导，要求开发区树牢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当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排头兵。国企领域腐败、靠企吃企特征明显，腐败分子为谋一己之私，宰卖爷田不心疼，给企业经营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因此及时止损完损，堵住企业发展出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江西在查办江铜集团、江屋集团、江西省建工集团、江西银行等单位案件过程中，创新案件查办机制，把帮助企业止损完损作为当务之急，坚决避免办一个案件垮一个企业。省纪委、省监委在案件查办之初就成立了以案促改小组，指导我们止损完损，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边查边改、止损完损的同时，江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让剧中人说剧中事，教育被查处对象和相关涉案人员结合自身经历，帮助剖析国企政治生态，分析国企和国企领导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不是一查了之，同时系统梳理国企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各类连接风险点和突出问题，并帮助企业针对性解决问题，做到一案一策、一企一策、综合资质。覆辙不能重蹈，与及时止损完损的灭火行动相比，查办案件带来的体制机制完善、政治生态重塑，则立起了防火墙，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江铜集团深刻反思离防危能任职期间重业务轻党建的教训，健全完善党委理事规则和三政一大决策等制度，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企业的效益越来越好了。孔发龙应勇等案件发生后，我们要坚持一案出改，一案出制，着力管好关键人，把住啊关键事，切实加强对信贷等重点领域的监督。全省农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啊明显增强，各项数据指标均创历史新高。2023年5月，江西省国资国企全面从严治党暨警示教育大会召开，会上通报有关案件情况及全省国资国企领域突出问题，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引以为戒。国资国企系统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放松，在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指导推动下，省国资委持续聚焦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组织省属国企开展风险大排查、大督查、大整改，坚决释放管党治党严的信号。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蕴含着惩治防的辩证统一关系。惩治这一手绝不能放松，我们将持续加大国企领域反腐败力度，整体推进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强化国企领域反腐败综合效应。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江西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严肃查处教育领域腐败案件，通过以案促改、促治、促戒，推动教育领域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持续净化。因投保率高、保费规模大、业绩增长潜力大，中小学生平安保险历来是各保险机构的重点业务。在江西，这项业务一度被垄断，并引发了不少腐败问题，人民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我们盯住学民险这个民生问题深挖彻查，发现了王江华、肖一群等人的腐败问题，第一时间立案查处，同时督促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对学民险问题进行整改，推动建立公益性投保平台。更公开、更透明、更高效，多选择、多实惠、多便利。在江西省一体化政务服务线上平台干福通学生平安保险投保板块上，关于学平险投保服务的宣传话语不间断滚动播出，家长可自主选择保险公司及学平险产品，一键操作，方便快捷。我们会同江西银保监局探索新的学平险管理模式，目前学平险的保费普遍降低了20%，同时有20多家保险公司的上百种学平险产品供自愿参保的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学平险问题治理只是其一，通过查办相关案件，江西系统梳理影响教育公平、制约教育均衡发展的多个体制机制问题，制发教训警示通报、教育领域典型问题汇编，并向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发出纪检监察建议，督促从小切口做大文章。我们针对名校办名校、民办教育掐尖招生、公办学校教师校外兼职取酬以及大班额等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师生利益的问题，开展了专项的整治，促进教育的公平，提升了教育的质量。在此基础上，江西强化系统观念，抓本级带系统，督促各社区市加大教育领域反腐力度，推动教育系统既纠乱象、严整治、除积弊，有优作风、正师风、树新风，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在纪检监察机关督促推动下，我们深入开展专项治理，
在广大教职工中广泛践行四个承诺，即谢绝家长痴情，拒绝家长礼品礼金，禁绝请托家长办私事，杜绝有偿家教，努力以新作风、新面貌，树立新时代教师队伍良好形象。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确保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的重要基础，必须下大气力建设好。一些腐败分子把黑手伸了进来，导致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不高，难以实现稳产高产目标，严重威胁粮食安全。江西省纪委、省监委坚持从个案看全省，针对案件暴露的高标准农田领域问题，会同相关主管单位对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摸排，并开展专项调研，在摸清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在全省部署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专项治理。专项整治启动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16件，583人，其中留置71人，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在重拳出击惩治乱象的同时，江西积极推动农业农村、审计等职能部门建立健全项目全流程、各环节规范性制度，督促对不达标项目重新施工或修复完善。我们制定出台了加强高标准农田工程质量管理、规范穿建单位管理等文件，强化项目的全周期管控，做到从勘察设计、施工管理、建后管护等全过程有规可依，强化全方位的监督。我们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情况、政策执行、规划落实、资金管理使用、工程造价等方面情况开展专项审计，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过程的制度化、规范化。为强化监督，2023年2月，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还印发《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群众监督机制的通知》，要求各地充分发挥群众参与项目设计、施工、验收和管护等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督作用。农田改造前，我们可以提要求、提建议，农田改造过程中我们可以监督、提意见。现在机耕路、水渠、水塘都是按我们的要求修好的，在我们的农田耕作的过程中节省了成本，提高了产量。经过多方共治、汇聚合力，高标准农田建设治理成效逐步显现。以前我们这里田是靠天吃饭的，沟渠不好，现在搞了高，自从搞了高标准农田以后，田搞平了，路搞好了，沟渠找好搞好了，可以机械化搞作业了，现在老百姓种田的兴趣更高了。压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专项治理的同时，江西各级党委政府聚焦种好粮、收好粮、储好粮、管好粮，加强对耕地保护、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问题的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切实护航保障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党的20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要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必须强化作风保障，以好作风、好形象激励担当作为，凝聚奋进力量。经过10年磨一剑的持续努力，作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有一些党员干部对作风问题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
认识不到位，依然我行我素。我们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加大风府同查同治力度，继深挖作风问题背后的团团伙伙、利益勾兑、请托办事等问题，又在查腐败问题时必挖作风问题，做到越往后越严，一严到底。在保持高压态势的基础上，江西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作为作风建设的先导工程，坚持守正创新，强化教育感化效果。专门制发关于我省违规吃喝收礼典型问题及其教训的警示通报，点名道姓深度剖析30余个典型问题，深刻揭示作风问题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通报中的很多案例都是身边人、身边事，看后很受震动和教育。我们要从拒绝一包烟、一顿饭、一杯酒开始，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弘扬新风正气。江西坚持从典型案件中深入分析地方和部门干部风气、政治生态等情况，查找普遍性、反复性问题的背后成因，把握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推进作风建设常态长效。省纪委、省监委从相关案件中梳理鹰潭乡村振兴领域存在的突出作风问题，指导我们在全市开展村社区干部纪律作风专项整治，完善了相关制度，针对性加强基层干部作风建设。作风问题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究其根源，都是特权思想作祟，违背了宗旨，脱离了群众。江西省委、省纪委、省监委把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系统治理领导干部司机乱象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抓手。司机作为领导干部的身边人，一言一行反映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司机违纪违法的背后都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影子，影响非常恶劣。江西省委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司机问题，主要负责同志在多个场合提出明确要求，省纪委、省监委在对司机领域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治随带司机问题的基础上，专门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司机违纪违法问题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同时监督推动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司机日常教育管理。我们主要是通过召开司机警示教育大会，制定领导专车驾驶员管理办法，开展司机岗位适配性考评等举措，抓实抓细管理监督。我们结合实际，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明确驾驶员工作职责、纪律作风等具体要求，列出四个不准负面清单，还就领导干部不得指定驾驶员、领导干部跨区域或跨部门调动不得随带驾驶员等方面进行细化，有效防范驾驶员人身依附和长期固定等问题的发生。作为司机，更要把好人身的方向盘，系好履职的安全带，自觉维护好领导干部的形象。深入推进作风建设，离不开制度建设这个根本。围绕案件暴露的风险漏洞，江西积极监督推动相关职能部门修订会议培训、差旅、商务接待、办公用房、金补贴发放等制度规定，同时严格制度执行，不断扎紧扎牢制度笼子。树立清廉家风是党员干部端正作风，也是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重要内容。江西省纪委、省监委
联合省妇联面向省直单位和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家属举办联内助培训班，并向省管干部家属发出致领导干部家属的一封信。信中呢，通过平时真诚的聊天，列举了一系列正反事例，让领导干部家属从中体悟什么是对的，该如何当好联内助，做好家庭监督员。既要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当好贤内助，又要以廉持家，以情暖家，当好连内助，让家有清风，幸福常在。抓好作风建设，必须坚持破例并举，扶正驱邪。我们一方面用反面典型强化警示，一方面用红土圣地的光辉历史正本清源，固根守魂。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圣地，在作风建设过程中，江西注重深入挖掘红土圣地上孕育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牢记三个务必，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新时代，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江西将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持续强化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更加注重全面从严、综合施策，把一体推进三不腐，贯彻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各方面，在不敢腐上持续发力，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在不能腐上深化拓展，加强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在不想腐上巩固提升，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深化拓展，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持刀刃向内，敢于动真碰硬，习惯以监督的自居，自以为无人监督，帮助亲属、朋友染指市政、交通、采购等领域的项目，对那些自规矩以不顾、视纪法如务的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坚持刀刃相令，坚决清理出气，提升履职本领，锻造纪检监察铁军。省得调的工作就像战场打仗，只有在实战练兵中才最锻炼培养干部。自觉把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质作为终身课题。电视专题片《一体推进三不腐》第四集《永葆忠诚》，敬请关注。